经过半年的紧张筹建，今天将正式开业。设立上海保交所，是保险业贯彻落实服务业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若干意见的重要举措，也是上海市委市政府深入推进自贸区国际金融建中心建设的重要成果。上海保交所的诞生以及未来的建设，必将有力推动保险药品市场向创新型深层次的市场形态转变，促进保险产品更加透明，信息披露更加充分，服务更加便利，功能更加完备，风险可测可控，努力实现保险让生活更美好。在此，我谨代表上海保交所向福永给予我们指导支持与帮助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上海市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上海保交所的筹建，不仅先行提出了有关设想、积极研究建设方案，也为申请设立以及落户上海提供了方方面面的帮助。